地震先兆，墨西哥出现神秘裂沟，前面有沟，后面有沟，地上也有沟。墨西哥西北部的干旱地区，地面日前突然出现一道裂沟，裂沟宽达5公尺，最深处达8公尺，容纳整台车根本不成问题。而且这条裂沟还一直把一条当地的乡村公路切成2半，有的居民停在旁边议论纷纷，也有人赶快绕路而行。但是裂沟长达800公尺，一直延伸到附近一个农场，还好当时没有车子掉进去。地质学家推测，裂沟可能由地震活动或地下溪流引起。东新闻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报道。